族群里面呢，纹面的啊，哦，光是我们的泰鲁格族啊，只剩三位。但是呢，在台湾哦，你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啊，万隆乡的最后一位纹面师呢，已经去世了。他高龄130岁，非常的高哦。那他的纹出来的那个纹面呢，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哦。当然呢，有些纹不好看的呢。当然，以前他们都是用红块木的木板，还有他们的针刀哦去刻字的哦，所以呢，他只要纹不好，这个人呢有可能就直接感染而死掉哦。所以这是原住民比较里面的内部的事情哦。当然呢，我们在这边万隆乡呢，我们今天会去到这个林田山啊哦。我们全台湾呢会有三大林场哦。这个等一下我下车的时候跟大家稍微解说一下。现在你所看到的是我们林田山的园区哦。林田山以前是一个火烧山哦，之前有火烧过哦。那当然呢，等一下呢我们下车哦，欧雷会带着各位走一圈导览哦，对哦，走一圈导览。我们原则上呢2:20开车。啊，2:20开车哦，各位，我们2:20开车，所以你假如说没有要跟着 Olin 走的话，2:10你就可以慢慢往车上走了，好吗？往车上走了。好，那当然了，来，现在所有贵宾呢，可以看一下我们车子前方，这叫做北兽。哦，通常我之前今天不会跟你讲北兽，我们会称之为搅水废站哦，请各位一定。